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首先，恭喜大家。咱以后是台湾民政府的委员，来会使甲大家讲，恁是一个决策者、执行者、甲控制者。咱大家拢有这个责任，到这个义务，咱的目标是一切为百姓设想。这唔知大家有了解无？大家若有了解？咱在执政的时候，让人民会得感受到未曾即马的现象。明仔载有人要阁去开刀，我要甲大家，我讲一个问题。虽然甲这个课题啊无啥共款，我认为大家我有足严重的无了解。今日当心我甲问这个问题，昨下做啊，伫台中州举办的扩大会议啊，那是当心有甲问这个问题。我感觉这爱先让大家知影，我要甲大家讲，这个报纸所顶的有诶，动心讲人定诶啦。我甲讲啊，你是高级班啊，上过啊，初级班啊，上过啊。啊！这看，甲咱这有同款啊，无同款啊？绝对无同款嘛！这大家爱记哩，所以爱拜托大家啦。你若无这个表彰啊，你唔知倒一个单位啊，所以。咱一定爱有这个标章，这个标章偌好用呢？我出门，人看到我，无论平常时，还是什么时阵，我一定穿西装、乌西装，一定有标章啦。发现足济朋友。拢来跟我打招呼，也要了解啦。讲啊，你这是啥物？我甲讲，因大家拢会接受。所以无标章的啊，这叫做服装不整啦，没有精神啦。咱大家哪拢穿这款的，有格这个。出去绝对不一样，予人感受无同款。我阁简单个咧，咱上头有这个宣传车，大家拢穿服装，哦，戴帽啊，啊，
大家拢有表彰，去分班，这个宣传单去分啦。人伫边个人讲，哎呦啊，这是什么单位啊？大家拢穿西装啊，所以这都爱甲大家讲，这都是精神啊。大家以后要做什么代志，就是安尼。因为你现在来点招了后，你是民政府的啊委员，所以委员出去一定要表示你本身的身份，甲你表示你的风度出来，唔是流氓政府的。所以爱甲大家拜托，哦，安那是有诶讲，啊，阮都唔知啊，安那有这粒走出来，啊，这就是讲，有诶人来遮是用初级班甲高级班，有诶那咧问大油咧，大家知影问大油嘛吼？无甲做一个听落来，有诶啊唔知啊。啊，我即摆要甲大家讲，希望大家拢爱知影家己诶身份，吼、哦！啊，你是代表民政府出去，一定爱表示讲你是民政府，绝对啊无甲人共款。所以安尼，大家有清楚啊无？感恩啦！啊，我要过来补充，因为拢在问这啦，讲这甲咱这有啥物差别伫咧啦？我补充一下吼。这差足济个啦，什么差别？咱两千零六年去控告美国啊政府，甲即嘛，咱拢伫华盛顿 D.C. 自两千零九年第一届啊伫。华盛顿 D.C. 世纪酒店举办啊，咱的成立大会以后，拢甲即嘛，咱的迄个华盛顿 D.C. 的办公处要伫咧，恁大家拢会使去上网去看。好、哦、啊，这大家吼、哦、尽量去用电脑吼、哦、去了解。啊，这个嘞，咱个看起伊是一空啊不啊，就是一空一三年是一共是四月二五开始的啦。啊，四月二五，迄就是啥？因为这个情形我足清楚，无法度啊，混淆视听啦，啊，再来啊，和咱本土台湾人啊，的机会啊，要甲你扭较慢的，速度要甲你扭较慢的，伊讲伊要较紧的，讲安尼咱就是。台湾政府啊，伊甲讲美国台湾政府啦，啊，美国台湾政府，恁大家想看卖，恁读个法律，咱一定是军政府，美国军政府下面一定爱甲咱伫台湾成立一个啥物？台湾民政府，啊，这是法律啊。啊！伊唔是啦，伊要
啊，所以要甲啊，大家讲，互大家了解，这差别差足侪个啦，无共款啦。过来，咱是以咱个叫做参议院通过的什么？大家有摕到这本啊无啊？你一定回去阁摕来看卖咧。咱这本是足无简单的。迄阵啊，要通过这本是依照美国的甲咱交代，美国甲咱交代，来来去去。干那这个内底，咱啊，诶，台湾啊，咱公民权利法案啊，是咱成立啊，参议院由参议院啊，全部通过所啊成立的法案，绝对是啊合法性足悬的，啊，毋是咱吼，毋捌建国啊。啊，唔捌做到政府啦，咱无遐敖，拢是美国甲咱讲，咱照美国一步一卡因咧做，吼、哦，啊，咱成立这个法案啊，拢总啊有啊四十七条，啊，这等于大家，这100%合法性，咱照可能去发什么？身份证啦，啊，这个身份证可能那过去班有来上课，那50几期以后啊，我拢有一部诶，迄个怎录音，甲大家讲，咱这个身份证啊，啊，会使去啊美国国内一切的活动。包括啊，这个国务院要入去提身份证去，都入去啊。咱这是爱迄个有晶片的台湾啊啊政府啊，咱的公啊人民身份证，台湾。啊，身份证，这是爱甲大家强调，咱是晶片的，是依照这个法律所完成的，100%摕外国拢会用的。我家己去日本要用换钱啦，我摕这份去啦，伊银行。叫，互你换钱，一定爱有身份啊！我提这份出嚟，这我去日本也用过。好、哦、啊，这何必让大家知影？绝对无同款吼，要好，唔好，何话讲啊？这个身份证你提，咱这张啊。讲去换其他无晶片的，你爱注意哦。秘书长安怎讲的？伊讲出来咧，上，予大家知。伊讲啥？伊讲，摕内裤予你，甲你换西装啦。安尼，这个比喻大家知影无？咱穿的这个是西装啊！啊，伊讲啊，我啊，你摕这张来啊，我换一个内裤啦。所以大家一定爱回去，爱甲大家讲好清楚，吼、哦、啊，这都爱和大家啊清楚啦，吼、哦。咱这个机啊，咱这个机啊，在日本。会使入个皇冠，诶，
反攻内底啦，哈、啊，防空啊，也采取要防空啊，三年从来没有间断，这个表示啥？其他敢有？无啦，咱第三年入去，哇，那看到一个啦，民进党也想要恶人啦，唱一支啊，一个人干那一个尔啦，去啊，大家咧乌烟，伊安尼关紧讲，安尼举一支民进党的旗啊，底下翕一支，讲伊啊讲讲因迄旗啊入去，咱这吼，一百啊五十。机啊，啊是一百八十机啦，去拢入去啦，啊所以，你去要反攻无遐简单呢，两个检查哨呢，你内底诶包包内底啊爱开来看卖呢，啊所以绝对无同款，其他机啊也无入去，所以爱甲大家讲。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阿恁大家有欢喜啊无啊？好，阿恁因为有啥物差别啊？各家吼啊，有诶人讲啊，有诶要问我吼啊，要问我诶情形吼，我国而且甲大家讲，有诶当心无上到外科一个。有当时啊，我会去外国吼，啊，无上到课吼，啊，我就是张文燕啦吼。你若要了解我搁较详细吼，你拍雅虎啊是 Google 寻找，甲拍张文燕内底出题出题，你爱拍张文燕教授。你若拍张文燕教授，我的资料就拢伫遐，大家都看会清楚。好、哦，阿、啊、姐啊，甲大家讲，好大家啊了解。咱今仔日的目的，就是要甲大家啊讲的纲要啦，差不多有这几点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我甲重要的啊，讲予大家知影就好。因为可能确定啊，咱刷的搁较重要，必须顶要来甲大家啊，搁讲一寡较最近的代志。公共政策爱予知啊。啊，甲这个内心啊，爱知啊吼。啊，过来就是这个制度的经过，甲行政的效率，吼、哦、啊，这爱好知啊。安尼啊，其他无要紧，恁拢会使啊，扎啊随身带来。我迄阵啊在上课，我那呼吁较少年呢。你有提笔电的习惯，在上课我讲到遐，你就上网去找去笔电，因为我伫研究所咧开课的时，我要求我的研究生老师讲到遐，啊，你就上网去查，啊，恁就会搁较了解，袂使讲凊彩听人讲讲的。你就准得好啊呢，就是啊，讲啊，这个人讲安尼就对啊呢。我记起来呢，姚嘉文讲，咱是诈骗集团，咱甲诈偌济，请伊自立。大家有诶长老教会遐个敬爱诶教导，讲哇，恁诈骗集团。去台中一个家问到这个问题，伊讲伊是啥牧师啦，我看到是个头壳乌暗面啦。你唔着去上网找看卖呢？
台湾啊民政府官网，发是不是诈骗集团？搁一个姚嘉文讲，旧金山和平条约那么久了，已经失效了，迄笑死人的代志咧！伊讲伊一个学者啦，自称伊也讲学者啦，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啦，已经那么久没有用，都失效了。啊，那结婚证书那么久没有用啊，结婚证书会不会失效？我觉得足简单的呀、啊，啊，一个学者安尼呢，欺骗呢。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所以大家一定爱会记哩。好、哦、啊，讲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嘞，然后较简单。啊，我啊，这有炸笔电的，啊是有炸迄类啊，要扩灯的，拢足好嘞啊吼，随身带来吼。啊，咱即摆要来讲这个定义啦，什么叫做？因为咱以后阿摆家己要定些公共政策，啊，这个是啥？这是政府部门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内啊，啊来解决公共的问题，啊采用的方案。公共问题是啥物？哦，咱就是讲公共事务啊，公共政策是啊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准则啦，啊。啊，这个准则，啊，这个公共事务是啥物？解决人民的问题啦，吼、哦，啊，满足人民的需要，啊，甲这个咱的社会较和谐嘞，吼、哦，啊，较啊有这个迄、那个爱心嘞，吼、哦，啊，甲保障国家安全啦，是安怎？现在老百姓起来反腐嘛？大家唔知道有清楚无？大家有诶无啥知影，无啥啥讲胡冒那胡冒诶，也无清楚吼。这就是啥？要互因方便啦、啊，因诶移民政策诶方便啦、啊，来遮投资一个啊，因滴滴滴吧，滴滴滴吧，啊，四年就会使摕到咱啊。台湾啊，这个叫做诶，摕到台啊，中华民国诶身份证啦。当然，这我们都不承认的，我们民政府绝对不承认的。是安怎？伊要甲乌克兰共款，尽量看有法。你看这个乌克兰的变局，世界。迄、那个联合国，因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公民投票有准算啊无？有准算啊无？是安怎无？这就是咱上课的重点啦。台湾是美国啊占领。啊！日本天皇有这个所有权，所以这足正确的。咱过去班咧上课的时，习近平那会要去见天皇？大家有看到这个我的做 PowerPoint 名无啊？有啊无啊？啊，那个美国甲中啊中国拢讲好啊，会叫。平潭岛要让他们去怎么说共同开发共同经济有个共同啦、啊、那他就准备要退路要让他们去那里嘛、啊、这大家不知道知道吗这就要说让更多人知道有的都不知道现在平潭岛跟台北港跟台中港有定期航班呢，
啊，这唔知大家知无？这就是安尼啊，所以咱会了解这个情形吼。啊，咱有这类型啦、啊，哦啊，这类型我可能要头五分钟来看吼。啊，所以讲我这简单的吼，要甲讲，因为这伫这个学术上啊、政策啊有分配性的，啊，甲有这个管制性的，吼、哦，啊，甲有这个叫做重分配甲啊自我管制啦，吼、哦，啊，当然这有的那个政策，我讲一下，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高速公路，人民拿钱起好啊，爱包赚的。啊，即马讲叫啥？叫财团呐，叫财团呐，干那装卡面那尔。钱了财团赚啦，安尼对唔对啊？这那是叫做公共政策。这公共政策就是图利财团，所以咱大家会记哩，咱啊积极的是。一定为安怎百姓设想。你那是咱的啊执政的同心，秘书长开出来支票，你那无达到啊，请你落啊，咱无任期啦。咱欢迎咱日本的朋友吼、哦，来啊，咱甲欢迎这里。非常谢谢他们两位啊、我们的美女哈、啊，俊哥美女哈，噶啦，接着先开始开始的。すまない、すまないね。因为日本語喋れないから、練習中。那个这边家是东西，微微从东京来的，東京から。はい。から名前は？堀江。堀江です。堀江。堀江。堀江。来，掌声鼓励一下。から名前は？堀越です。堀越。あ、堀越。もう一回。はい。名前は？神永です。神永。哦，卡米纳嘎，嗨，掌声鼓励。噶啦，先头啊。卡米拉です。卡米穆拉です。卡米穆拉，好，卡米穆拉的，来，掌声鼓励。这次参加我们的精英的这一个会议啊、所以呢，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人，他们也很惊讶啊、所以呢，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他们，阿里阿多。好，谢谢每个。这是咱日本的少年的朋友，咱本身以我为例，阮老爸我叫奥多桑，阮老母我来叫卡强，啊，我讲是虾米人？那照华语来讲，我那是啊日本人。啊，这都是实在啊，吼、哦！啊，这我爱让大家知影啦，吼、哦！你看，迄足少年的呢，是不是？吼、哦！啊，这，吼、哦，搁永远都有这个机会，啊，让大家看一下，吼，啊，让了解一下，吼、哦！啊，咱过来，啊，这个结果上，吼、哦，咱时间上，吼、哦，已经差不多啊，吼、哦！我加较重要的，咱起码这个。制定的过程啊，甲大家互大家知影者，就是讲，咱要制定啊，制定这个政策啊，就是爱倾向
有这个需求的人民啊，无人民有这个需要啊，无人民有这个需要，咱就爱建议，好啊，建议的成啊以后啊，啊，咱就爱做定这个政策的采纳啊，加政策的执行，好啊，过来就政策的评估，我甲这个图啊，我创的啦。我当然，咱拢去收集一寡资料啊，怎啊甲画起來，甲画一二三四五，啊，佮安尼写倒转来。哦，啊，这就是要予咱大家知啊，后摆你要做政策的时啊，一定爱有这个啊了解。啊，这拢是啥？依照不同的管理科学啊，甲统计的关系啊，来做啊评估啊，来做设定吼、哦、啊，来做啊，无要紧。这若扩长的，也是啊有兴趣的啊，再过来进一步来研究讨论。啊，咱即摆讲的行政效率。我可能讲加啊，佮讲两三分钟吼，即摆超过啊几分啊？即摆要甲大家讲吼，行政效率足重要。我哪会讲这个题目？咱执政了后，袂使讲我举简单的例啦吼，迄、那个南非。南非黑人执政甲白人的时啊，就是安怎进行？我讲一个例给你。黑人执政的时啊，当然上面这些人都是黑人啦，啊，叫一个白人的秘书啦，资料上来，啊，白人秘书整理好，甲揢伫要互决策的人揢伫桌顶啦，啊，迄黑人来。一塔啦，啊，唔知道要安怎做，唔知啊，看看，搁甲揢落，看看揢落，啊，无去甲请教，看看甲揢落，啊，就搁转去啊啦。一天来这里，啊，含因的囝囡仔，即带带去办公厅啦。这蓝灰、黑白、白人执政的是办公厅很威严的哦。好，爱因黑人执政的时有这个现象，啊，当然即卖应该无啊啦。我这是要讲予大家知影，啊，我有伫迄个时阵，我拄啊伫南非，足清楚。吼，啊，这就是效率足重要的啦。啊，效率是安怎形成的？那当然，咱。有啊，咱各种要执行的事啊，爱有投入这些人力啊、物力、财力和时间嘛。啊，这个成果啊是啊，物质上还有无形的，还有效益。啊，咱这要给大家知影者，啊，要高效率吼，各阶层、各阶层拢爱有高效率。咱从啊。中央、州、郡三个都是高效率，安尼咱的效率就会足悬的。吼、哦，啊，这甲大家讲，公共政策甲行政效率啦，一切为百姓设想。那记爱心来爱记的，爱有这个工作的效率的做啥态度？啊，咱要做对事，啊，做好事，安尼就效率一定足悬的。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今仔日报告到这，感谢大家。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